现在开始啊！各位乡亲，啊，大家好，啊，我是大海，那么现在在美国的大华府，我从通尼亚套，做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主要是针对现在吵得沸沸扬扬的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的这个选举，这个最近这个选举啊，沸沸扬扬的提出了一些问题，我觉得大家提的问题都很好，使得台湾的问题呢。进一步凸显在台面上，也引起了两岸的这个思考，包括了美国政府的一个关注。我想呢，针对这个张亚中这个这匹黑马呢，提出一些问题呢，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因为张亚中呢，作为资深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外交官也好，就是媒体人也好，公共人物也好，他在这个两岸论述上，发展很久，从统合论到这个一中三线，以及呢，在两岸这个频繁的来往活动，包括在美国的活动，最近呢，昨天呢，就911的时候呢，在那个芝加哥呢，通过这个网上呢发表了一篇，这个关于这个，参选中国国民党的一个声明，提出了一些的具体的意见，就是包括呢，就是说，公布了白纸黑字的和平备忘录的版本，当选主席以后呢，会以此呢到北京进行协商，在全体党员公投通过以后呢，签署和平备忘录，将引用做以下总统大选，这些问题呢帽子都很大，但是概念不明。这个，比如说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如果签署和平备忘录有效吗？根据战争法，得要政府啊，这个两岸关系啊，它不是国共的两党在起休战，对台湾和两岸之间的战争有效吗？你这个国共签订的和平备忘录。对，这个效力在哪里？谁授权给你的？授权人是谁？是台湾2300万人，还是中国国民党的这个全体全体党员，还是全台湾人民授权给你的？你代表中国国民党，能不能够代表2300万签订这个停战协议？停战协议是？两个集团呐，他两个那个交战团体呀，两个交战团体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交战的，现在是整个台湾这个地区，这么是一个交战团体，战争法，我们看这个战争法，你战争法的话，大家看一下这个战争法，你研究一下战争法，他这个谈判的双方得要有他。你够谈判的资格呀！你否则你这个效力在哪里呢？你谈判的资格，你没有权利，没有权利代表台湾人民，又不代表这个敌对的一方，交战的一方，你谈的再多的和平备忘录，这不是空想吗？张亚中可能是参这个
这个作为一个教师呢，纸上谈兵的多了一点，论述呢，尽管自己以为这个法律上的逻辑上论述的比较多一些，但是实际上呢，论述当中经得住推敲吗？我们今天就来谈一下这个问题。今天和台湾人民，包括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参选人，包括在海内外的华人，我这个呢也是台湾生人，我比张亚中大几岁，比马英九大2岁，比蔡英文大几岁。我是台湾1947年，就是28世纪那一年，在台湾东门町出生的，所以呢，作为就是在美国的台湾人，Taiwanese American，然后呢，发表一些我的一些肤浅的意见，我争取呢用半个小时时间给这个讲清楚5个问题，要提醒呢，张亚中教授校长，首先第一要搞清楚什么才是中国国民党该解决的问题，就是自己的定位要搞清楚，是吧？中国国民党，我特别刚才把那个中国国民党，它是本着这个孙中山开那个什么，我在前面呢，我在那 Facebook 上呢发表了一个中国国民党一个党纲，一个前言，然后第一条要围着这个是继承的中国国民党呢，是继承孙中山这个总理倡导的这个新工会，然后那个中国革命党，然后一直到这个中国国民党，以及在大陆的执政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又到退到台湾，退到台湾之后呢，又在治理台湾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个作用，一系下来，围着国家的统一，本着三民主义，遵循这个自由民主吧，然后咱们的这个精神，促成国家的统一贡献，然后这个提出了以下的党纲，革命尚未成功啊，同志仍需努力，就是号召大家。当然，这个党呢，现在在台湾呢，现在为数呢，并不多，不到登记的党员有30万吧，真正过去的影响力大概有300万左右吧，现在恐怕就1/10都不到。真正的能够年轻人当中有多少人支持，现在还支持国民党，我们不知道。但是，你既然是作为参选中国国民党主席，那么首先你的党这个党作为参选的党主席，就要知道中国国民党的定位是什么，他的党章是什么，他的宗旨是什么，他要该解决什么问题，这个是党主席就首先要搞清楚。那么首先，党呢，政党呢，首先要团结人民，为人民服务啊，为夺取政权要争取执政，这是一个政党的一个起码的一个没有权利，你拿什么来为人民服务呢？你空口赤手空拳，你拿什么为人民服务呢？为台湾人民服务也好，为国家统一服务也好，签订和平协议也好，你凭什么呢？你有什么呢？就所以你自己要定位，要知道要有自知之明，这是第一点。我们先不回答这个问题啊。中国共产党该解决，国民党要该解决什么问题？张亚中呢提出了这个要解决这个两岸这个和平协议，然后提出一个论述，就是一中
他的一中同表，一中同表呢，就是当那个当时呢，张亚中和我呢，在这里就在马里兰这里啊，他在他的住的宾馆里头，我提出来一中同表，一中各表呢，还是啊，一中各表呢，等于说一边一国各自表述，一中同表，表示一个同一个中国。不管你是中华民国也好，在台湾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也好，都是联合国注册的中国那个政治符号，就国家的符号。1945年注册的符号是中华民国，1971年2758决议，联合国大会承认，驱逐蒋介石的代表，就蒋介石的代表呢？就蒋介石中华民国台湾省那个代表团呢，国民党那个代表团呢，已经不具备代表中华民国啊这个注册的那个国家实体，那个国家主体主权主体那个中华民国的代表权，主权国家的代表权了，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你就说台湾已经没有合法地位了。这个你要首先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就是说你概念不清楚，还在继续把那个自己的中华民国的总统的帽子扣在自己的脑子上，中华民国戴中华他蒋介石还是代表中华民国这个帽子戴在身上，这个等于是说你的就是。等于是你的皇帝的新衣了嘛？你台湾呢是代表什么？台湾是1946年之后，日本回归之后交还给台湾省，交还给南京政府，交给全中国人民，这么一个台湾省，中华民国的台湾省，你部分你一个手指头啊，不能够一只手不能代表全体。这部分不能代表全体，这一个是量的概念，这是一个定性的概念，一个定量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不能混淆在一起啊。这个就是我在台湾来讲呢，往往是数字不清楚，概念模糊啊，就是说呢，这个而且呢，大多数人呢自己也以为呢判断的自己以为很聪明。指鹿为马，误用了一个集合，错误的应用了一个集合，就中华民国这个集合，这个集合还在不在呢？还在联合国，联合国宪章23条，中华民国还在联合国。这个联合国当时是1945年，包括蒋介石当时是作为总统的，派了有中共代表，还有10个人的代表组成的，他这里有十个爱国政治团体所组成的这么一个联合国签字代表大会，说明同意啊，就是当时的1945年的一个爱国团体呢，就同意以中华民国这个名称来代表中国，战胜国。那么中华民国，蒋介石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政府了，一个叫。发动内战以后呢，就败退到就像那个塔利班一样，又败退到这个台湾去了，就像喀布尔政权要败退到其他的国家去了，啊，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中国国民党现在要解决的什么问题，就是要解决你的党章，你要追求这个国家的统一。你怎么去追求国家统一？你要说服你台湾人民，放弃台独和独台的想法。哎，但是你现在，然后呢，这个犯罪的想法，然后你台湾问题你自己能够解决，你自己解决，你解决不了，你这个两岸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两岸的战争状态还依然存在啊。敌对状态依然存在啊，因为这个是处于现在两岸是处于战争状态，战争尚未结束啊，
这个按照战争法来讲，这个没有签订和平协议，而不是你国共两党签订和平协议，这个战争就结束了。切，这个叫偷梁换柱啊，这叫张亚中，这叫偷梁换柱。不，就是说你不具备这个结束战争的一个交战方的一个谈判资格。国共两党是两个政党，而现在的这矛盾不是国共两党的矛盾，而是跟台独的矛盾。你不能代表台独啊，台独这个政权现在在执政党啊。你不要把台湾这个台独也好，独台也好，哎，还有各民族党派这个政治的势力都集中在一起，对吧？同时也坐在这个谈判桌上。而且你这2300万人和14亿中国人民比较起来，这是一个手指头和一个全体的一个概念，啊，而且有法，你是在法律面前，你经不起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的推敲，你也经不起美国这个一个中国政策的推敲啊。台湾关系法只是台湾关系法只是说明你台湾人民可以在受到这个美国关系法的保护，就是说你可以啊，这台湾这个土地你没有发言权，台湾的土地已经决定了这是属于中国的这个土地呀，属于中华民国的土地，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呀。你现在占着它，占上位吗？你不能够画地为牢啊！这是美国同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逻辑就清楚了。大家逻辑要搞清楚，什么关系 ？relation， 对吧？你的台湾的土地在经过联合国宪章啊，这个确认联合国宪章呢，1945年的确认是属于中华民国这个土地。这个土地上的所有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这个固有疆土是不可以未经全体中国人民的同意和代表大会的同意不得这个分割，那么美国是承认这个的，现在是承认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台湾人民和美国人民有着民间关系啊，这主权谈不上主权，主权这个问题很清楚，主权是属于中国的，所以中国国民党你要解决的问题，你能解决的问题不是去签订两岸和平协议，你没有资格，你还不具备签订两岸和平协议的资格，你可以谈意向，你有国民党你可以谈意向书，国共意向书，连双十协议都打不得，就这样，双十协议1945年做停战协议，停战协议那是你有军队，手上有共产党有军队，国民党有军队，这样的就是交战双方坐下来谈判双十协议和平协议。你现在国民党没有军队，没有政府的权力，没有行政权力，你只有这么。不到30万个党员，你投票表决的少数服从多数，那你能够不具备这个谈判的资格呀？你就要签订合同，你要具备有这个资格呀。这个资格审查不够，你还能签订两岸？你签订的抬头还挺大，两岸和平协议，你凭什么说两岸和平协议啊？你国民党你代表什么两岸呢？你的权力从何而来？啊，所以你能解决的问题不是和平协议的问题。所以你要想，你想不想打仗？你可以投降，你可以主张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个可以。但是现在台独大多数人他不主张台湾人是中国人呢，这个问题没解决，中国问题没解决，中国怎么能放弃武力解决台湾的问题呢？这是一个逻辑的推理关系，你没放下武器，就说明你就像这个在这个美国，你要违反交通规则了，你要去摸兜，人家就说你可能有武器，就可能拿枪来打你，这就是法律，这法律就授权给警察这样的权利。
那么现在就授权给联合国，就授权给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这种权利。你不执行联合国协议，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就有执行权利，让你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国家主权这个规则。这是一个你要搞清楚你自己是什么位置，你就然后你要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定位，在宪法当中的定位，你自己的党章的定义，你有多少力量定力，然后你有多少定性，你的性质是什么？你是追求和平，你和平不是追求的，和平独立也是和平，啊，分裂也是和平，啊，这个那是空谈，空谈和平毫无用处，没有任何意义，实际意义，啊，就像我拔着头，我想要离开地球，那个谈，就说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实际的意义，所以说呢。张亚中，你是搞论述的，希望你能把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定位、定义、定力、定性搞清楚，啊，然后呢，你看自己能够代表多少台湾的力量，跟台湾、跟大陆去谈，你谈的是你的资格不具备，啊，停止战争这个法人的这个战争交战集团战争法的。不符合战争法这个谈判对象的资格，你没有权利代表政府，你没有政府权利，你即使有政府的权利的时候，马英九就说不谈，马英九有的时候不谈，李登辉有的蒋介石有的时候不谈，蒋经国有的时候不谈，那么现在更没法谈了，这么讲想要拖下去。而且你提出来的概念，第三个要搞清楚，你提出的概念是一个中国三个宪法，首先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有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法，还有一个未来的两岸统合的一个宪法。那么这三个宪法，一个宪法就是一个决定一个政治实体，你这个实际上就决定了三个政治实体。一个是 state by state， 你把这个台湾的定为一个 state， 就是变成一个政治实体，把大陆看成一个政治实体 state。那么然后呢，把联合一个政府中央政府呢看成一个 state，United State。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呢，你搞了一个。这个联邦加中央，啊，那 state by state，side by side， 就是，啊，和平分治、主权共享，打的名称虽然花很花哨，但是实际上揭开了一看呢，就是一家两户，就是一个国家两个户口，台湾是中华民国户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大陆是中华民国人民共和国。你把这个联合国的一个联合国注册的一个联合国宪章的一个中华民国分成了两半，就变成特殊的国与关系，变成了陈水扁的一边一国的关系，啊，或者说是说啊一个国家两个政治实体，或者是说啊两个分治的各自为政的政治实体。一边主张自由民主，一边主张的一党专政，啊，这个都是这个政治制度啊。我们讲了，政治制度你可以选择，你今天选择的那个君主制，明天选择的封建制，这个都影响跟国家主权丝毫没有关系，这是你自己人民的选择，啊。那么现在你要决定的，你现在是第三个，你要搞清楚你自己的选择的路线，就是。统合的路线，你就按理你说的就是统合，合而不统，啊，你的就是说两岸分立，各自为政，和平分治，治权归啊，就这个属于那个归属当地人民，
这就像香港闹独立一样，啊，香港是香港，大陆是大陆，这和香港的那个搞港独的人是一样的性质。所以你这个第三个，你这个分治的想法，啊，就是你说和现在还没有和平统一，我要提出的这个要求，你可以提，但是中央不一定能够同意你，因为你这个想法就是一个，地方独立，啊，地方自治，啊，完全自治，还不是高度自治，啊，因为你有宪法嘛，你有军队嘛。所以说，这就比那个自治区那个就更深化了一点了，而且还不能够以后不能够利用武力来实现统一，你这个限制的条件太多了，限制不当，这叫是那个宪法法律上逻辑上叫做限制不当，你不具备有这个限制的权利，谁具有？联合国，联合国说你主权国家内部，啊，主权是由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和全体人民来决定，而不是由你台湾的那2300万人或者一小撮台独分子、独台分子来决定的。所以说，和平分治实际上就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和平协议，你不够资格，就是说中国国民党不够资格谈和平协议，你不是执政党，你没有代表这个全体这个。你不执政，你就没有代表全体这个台湾人民的一个资格，法律资格不够，啊，政党资格不够，人气也不够，啊，你即使通过公投也是无效，啊，这是你的概念不明，定位混淆，啊，国家和政府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国家叫中华民国。国家的正式名称叫中华民国，两岸都一样 ，Republic of China， 是吧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人民的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这是同样一中同表，一个中国，就是联合国的1945年注册那个中国，因为有中国代表董必武参加了嘛，那是蒋介石给批准的嘛，所以这个概念，你把这个偷梁换柱，把全体。偷梁换柱成啊，台湾把中华民国换成了台湾，台湾换成中华民国啊，这两个完全不是一个啊，是一个全体和一个部分的关系，那个太阳系和当中的一个行星的关系啊，所以说呢，这个概念是两个完全不同不是一个同一个概念，就像国家和政府，国家是不变的，主权是不变的。政府是可以4年就换一次，啊，八年就不能连任。政府它是可以叫走马灯一样的换，就像美国政府、特朗普政府、奥巴马政府、拜登政府，这个政府是可以变动的，但是国家它没有变。这个中华民国也是，这个国家啊叫中华民国，1911年成立的。对吧？到1949年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是代表一个新的中央政府，代表这个固有的国家，就代表着中华民国，就是 People's Republic， 人民的中华民国，叫后来不是叫人民中国吗？啊，你们后来在台湾叫自由中国吗？这两个概念。你猫叫咪咪，你这个叫第五中队也好，第六中队也好，你总而言之，民国就是民国 ，Republic 就 of China， 共和国就是共和国，共和嘛，就是两个以上那个民族组合的一个一体，对吧？共同执政就叫共和嘛，这叫走向共和嘛。你现在不管你现在你。怎么现在台湾呢？就是很多那个政客呢，就千方百计的把这个取代这个包装，换包装，把台湾包装成啊中华民国，把台湾包装成一中一台，把台湾包装成一边一国，把台湾包装成邻居邻国啊，这些都是限制不大，啊，
抓死胡琏，自己呀、啊、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划分的概念不清楚，这个概念累赘，同时呢混淆视听，怪这个蔡英文啊，这个法学这个博士论文啊，这个不及格呢，因为他概念就从来就是法律概念从来都不清楚，一是一，二是二，这有明文的规定的，对吧？国家中华民国的定位就是中国，在联合国上它的定位就是中国，你在台湾定位它就是中华民国的台湾省，自己你再包装的再巧妙，你还是你。第四个要判断，你这个张亚中你要论述的啊，这个你的论述的观点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充分条件是什么？社会影响是什么？两岸的走向是什么？中美关系对你的这个论述的啊会有什么影响啊？你在联合国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地位？因为这你就将来都会，你说要搞论述完了之后，你就可以领到通行证了，没那么简单。你要把它这个变成了这个什么呢？这很多事情都要理顺的，哪一关关关都要过。啊，这个，比如说，你说两岸分立，和平分立，和平分裂，和平分治。首先，台湾人同意不同意？台湾有多少人同意两岸一中啊？承认这个一个中国下两岸分治，主权的这同属一个中国，有多少人支持？现在来说不到一半。所以说你这个必要条件不存在，充分条件就要考虑大陆同不同意呢？大陆我可以跟你说，习近平他即使说一国两制，他也没那么糊涂就同意你的一啊，就是那个台湾分治各自为政，那他就不要当这个党主席了，国家主席他就不配啊。所以说呢啊，这个充分条件的14亿人要同意，必要条件就是台湾人要同意，全体台湾人要同意。那社会影响，那当然了，你现在这个中国国民党的选举，这是造成的造舆论的，但是这个舆论是这个星星之火，还没有成为事实呢。但是没有成为事实，你登高一呼，但是你的马脚都露出来了，你的那种分治分而和而不同。就是两岸和平分治、和平分裂，这种马脚已经露出来了。你和这个，马英九这个不赌不同不武，差不了多少，是50步笑百步啊。两岸的走向，很多人呢，低层次的人被你的忽悠了，但真正的搞法律的人呢，懂得这个法律关系的人呢，就会清楚。你讲的是，啊，以鸡混混使人昭昭，啊，实际上混是叫指鹿为马。你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一个政府，它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另立的一个新中国，它就是中华民国，它就是人民的中华民国，没有另立一个中国，没有另立一个中国，需要另立一个中国的话呢？那叫通过安理会来重新申请，你没有注册中华民国，注销了，灭亡了，在联合国，因为他在联合国的这个宪章上他还存在嘛。你要把这个联合国中华民国的护宪国啊，这个取消掉，你必须要通过安理会的程序，联合国大会只是选择代表，谁代表中华民国？概念要搞清楚，啊，你判断和决策你要搞清楚。不要忽悠，两个概念完全不一样，啊！你判断你的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的，假作真时真亦假，假啊！
你这个假假真真呢，你把这个人给忽悠了，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判断，你的判断能力不够。张亚中，你作为中文大学的校长，资深的台湾大学的这个政治学教授，但是我觉得你的法律知识不到位，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在关键的时候你是可能是装糊涂，你也可能是不明白，我就姑且你明白啊，一见清楚一见糊涂。你要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中没有废除中华民国，它的原文是这样写的，宪法的前言部分写的，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这个封建专制，啊，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它的历史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也就是说它没有废除中华民国，在没有明文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废除中华民国的时候，那么就没有权利资格来处理，把无明文规定不得处罚，就不得处罚中华民国废除了。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一个政府，一个新政府，而不是一个新国家。所以一中同表，就同表的都是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判断。第五个归纳和结论，这个叫做这个完全归纳法，完全归纳法呢，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国土固有领土啊，就包括了蒙古国在台湾在联合国注册的这个，包括苏联这个占领这个土地，包括现在的美国的带领那个南那个中华民国的那个军舰那个视察南海的一片土地，一个土地，包括越南的这些岛屿，南海的自由航行权，包括这个固有的中华民国的固有土地，这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注册的就是中华民国，这是归纳为结论是这样的。中华民国有没有消失呢？没有废除，也没有消失，谁代表中华民国呢？代表全体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275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权，唯一就不可能再分治出的第二个。你兄弟一家亲啊，两岸一家亲，实际上含的就是意思是什么？兄弟呢就两个平等的、独立的啊，一家两户。你以为台湾是一个户口，那个大陆是一个户头，这个是错的 ，it's wrong， 是吧？不要来忽悠啊！香港不能来代表大陆啊，台湾也不能代表大陆，对吧？也不能代表国家，所以它不具备有代表国家的一个职权。你说台湾奥运会多少金牌，这个事情来讲，就是自己给自己打肿脸充胖子。这个结论就很简单了，对吧？也就是说，张亚中这个选举呢，孤往言之，孤往听之，大家谁人人都有脑子啊，这个。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奥妙不同，大家听听就算了，该怎么办怎么办？台湾问题就最终解决，是中国人民自己，全中国人民自己说了算。美国人民要参与要干预，台湾要日本要干预，那中国人民，你到了一定的程度，这就要靠实力来说话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后结果，要看中央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全体中国人民，包括2300台湾人民，你是怎么样去选择和决策？今天呢，我的讲话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概念非常清楚，逻辑非常清楚，希望张亚中老师、张亚中校长和各位中国国民党党员对我的话认真的想一想，考虑一下。包括美国的拜登总统，都想一想，什么是美国的一中政策？谢谢大家。